刷落来是第二位参赛者张嘉全，伊要代表伊妈妈带一首歌送予伊阿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嘉全，我阿公足厉害，伊甲我的妈妈还有三个阿姨带大汉，最近佫讲要甲我带大汉，我感觉伊比我的妈妈佫较辛苦。今仔我要弹琴给伊听，嘛多谢伊赞助我读音乐班。阿公，父亲节快乐！下学期的学费得可了。看你伫要哭啊，是毋是全全大了真好？你真感动。因啦，大了真好，讲话阁真好听。做爸爸甲妈妈的吼，毋是讲毋盲讲，囡仔以后大汉成就偌好。其实只要囡仔捌代志，做爸爸甲妈妈的都拢真安慰。全全真正是我的乖孙啦，你也做妈妈的吼，教了袂歹啊。你是你甲妈妈甲阮教了真好啊，也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伫咧生活当中拄着困难的时阵，阮才有法度这么坚强。亚大伯，难道发生这么多代志，可能早就失去面对问题的勇气啊？生活怕咱落倒，刷落来，咱就愈来愈有信心。咱三代同堂，做伙加油，嗯。好，咱就三代同堂，好。以后啊，来看这样囡啊，看伊能怎发挥啊。父亲节快乐！哎。